蝙蝠古称鼠仙，蝙蝠在民间被视为吉祥物，蝠蝠谐音蝙蝠寓意的鸿福吉祥。蝙蝠作为野生动物，牙齿和爪子上确实带有比较多的细菌。蝙蝠一般生活在一些阴暗潮湿的岩洞里，而且是群居，聚集性很强，很容易携带病毒互相传播。至今为止，已在蝙蝠体内分离到80多种病毒，其中一些是人兽共患疾病的传染源哦，包括了狂犬病、鼠疫或者其他病毒性的疾病哦。蝙蝠携带狂犬病毒，尽量不要直接接触哦。其实刚发现它的时候呢，我是非常害怕的。它还活着，我决定把它放生了。在放生的过程，竟然在路上看到一朵这个不知道什么，好像香菇，白色的哦。这是最近呢雨后呢长出来白色如鸡蛋的紫色秃马博野菇哦。无毒专家建议勿食。放生，走吧，你可以走了，去吧，没有树。去吧，再见。哎 ，Hello， 不感动。再见喽。妈妈来接你，再见嘎。加油。其实有点虚弱。好，我不动了，再见。别忘了订阅、按赞、分享和小铃铛，有新片及时通知。我是曾一峰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